取回来，现在天气冷了，买了一套厚点的衣服，咱们打开看看，看看质量好不好。是纯棉的，质量不错，摸着也挺舒服的，回家试试看合不合身。大家看看怎么样啊，这是188一套，我感觉还挺划算的，蹲下站起来也挺舒服的，咋样呢？牢牢的了，穿暖和就行了。都是挺暖和的。那不是还有？啊，还有。还黑的。嗯。还黑的，你等会儿俺俩换的时候再买一套。行，买俩套。啊，一这样一蹲下就不用买棉了。啊，行，都是咱换去。嗯。这是昨天晚上发的面，放点碱面。咱们今天蒸玉米面馒头，等会儿再做个下饭菜。得咋把棒子打了，棒子面再沾点棒子，太少了。我们懒得那个，太少熬点小米汤，滴几滴油不一锅，蒸30分钟。前天把柿子拔了，摘了点青柿子，配上辣椒炒，可好吃了。大家吃过吗？热油，先炒葱蒜辣椒。炒香后放青柿子，翻炒均匀，放盐、十三香、酱油，出锅前放点味精。小甜的棒子面毛吃了，带个甜味儿。嗯，还是棒子面毛好吃。嗯，酸辣的。嗯，真的呀。这片菜鸡嘛，肯定完了。不是抓的嘛。嗯。可以口味吧。嗯。半瓶哈沉淀，
好吗？能等等。好啊。等等。这就不能整火，不能一下啊，不能一下火，一下火就是浪费啊。小得慢慢的品，倒是也好哈口。三十多年了，嗯，好咋的？好咋的？起码也成不了啥。嗯。这现在我咋乐的盘啥呢？我盘着也就在那腿着着的哈，瞧，瞧我也。加温的吧，这咱就为中。人，天留在脱炉里掏小方子。啊，这声音有点小，一路不能掏，咱们掏的。直接下手。辣椒是不是还有点少啊？啊，辣椒还少，有点少。这现在这辣椒不咋辣呢。嗯。今天天气挺冷的，今天蒸的玉米面馒头特别好吃。其实玉米面馒头最好吃的吃法就是泡羊汤。泡在羊汤里吃，那是最好吃的。这种青柿子、青西红柿，大家吃过没有啊？跟辣椒炒在一起，酸辣酸辣的，特别好吃。从头吃到味儿都是暖的。而且这个菜，它凉的特别慢。这从头吃到尾了，这菜吃的都是烫嘴的。特别适合冬天吃。走走俩馍，我吃不了了，我吃夜班，咱这馍太坨了。太香了，太。嗯。跟蜜糖糕又成了粥了。热着点火，啥玩意儿？咱啥活不是不是迟到不要到晚上火了？没得了啊！啥时候点火？一瓶能变成两瓶？能变成三瓶？都变十瓶了！啊，舒服。热了，热了。这顿饭吃的不好，还得吃什么？来，过来。可以。嗯。和面馍都不好好吃，哎，和面馍都不好好吃，那这玉米面馍吃的出来，我给你在那儿吃。吃。吃什么？跟那粘腿儿，这个咱不吃。粘腿儿不吃。吃了。吃。嗯。